在往期视频中，小编给大家分享过很多关于火柴燃烧的实验。本期视频中，老外们又一次脑洞大开，将10000根火柴做成了3层蛋糕，准备来一次大型的燃烧。之前的视频中有将火柴做成骷髅头的，也有做成圆球的，每一件看上去都是非常精美的艺术品。然而艺术都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，同样的，看着这精美的3层火柴蛋糕，肯定也是花去了不少时间。老外先用一根火柴点燃了最上面的一层火柴，很快就燃了起来。我们可以看见火势逐渐往下发展，然后将第二层点燃，火光比之前亮了很多。第二层到第三层的速度比第一层到第二层的速度要快上很多，整个火柴蛋糕都被点燃了，非常的漂亮。不过小编也觉得很可惜，这么好看的一件成品说烧就烧了。